帮王菲复合后，上周他砸近1亿元入股汉传媒，摇身一变成上市公司大老板。网友赞他比王菲前夫李亚鹏有钱，猜测不知是受到天后王菲的投资鼓励，还是财运加持让他事业大跃进。其实谢霆锋23岁时就当老板，当时抵押房子成立电影后期制作公司剖朝廷，如今公司产值高达47亿，现大动作入股汉传媒，并以23.42%持股量成最大股东。据了解，是看准该公司主攻电影、电视制作、唱片制作及艺人模特经纪管理等业务，正好配合剖朝廷在香港及中国发展扩大事业版图。网友对谢霆锋大动作冲事业纷纷表示是受王菲爱人带旺事业，天后加持果然非同凡响，真是当之无愧的谢老板呀。优酷选娱乐整理报告。加入男神女神第二季，不但会在这个冬天搭上去海外的飞机与跨国团队合作，还能与更多艺人明星共同成长，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。从人到神，一步之遥。